来，我们先研究一下资源挑战赛吧。8月26号是121副敏捷最多，8月27号是120项链啊，综合灵力一行蓝字。8月28日啊，今天鉴定啥呢？腰带稍微好买一点，那今天就腰带吧，好吧。腰带的话今天比特效，腰带比特效，每位啊准备12个腰带，蓝字计算积分，气血300以上啊计算积分。120腰带属性的话是88极限啊，80以上啊一点一分，气血300以上啊，这个80以上一点十分吧啊，80以上一点十分，因为气血和防御比例大概是1:4，1.5分行，1.5分，88顶多40分啊，气血的话是341啊，1.1分，然后呢蓝字计算啊，计算一些有效的啊，有效的蓝字，愤怒1000分啊，暴怒100分，不魔啊500分，无级别10000分，其他啊其他蓝字一律10分啊，所有特技啊10分，套装啊100分啊，好，就这吧啊。